现在什么状况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今天 Red Bull 大大邀请我们来这边玩一个打击的比赛啊。好，反正全台湾会有四个场馆，你可以去参加那个打击比赛。我们就先打给大家看。然后我们要打90公里，说真的，90公里不一定谁强谁弱。一直说90公里谁都打得到，比较不出来。我比较习惯是140、150那种速度。哇，那你可以调，你不要那边等下。对，在打棒球的选手，他们丢出来，他们不用丢到150，他们丢到120就打不到。他120，他丢出来刚150。哇！哎，我不一定打得到，我先讲哦。哎，很尴尬。刚刚你呢？来，加油！蔡哥最强的。残暴他。双暴。哇！全部变成应该有算分吧？不算，不算。好的，直男。啊！自打球，自打球，太认真了。刚刚暖身是不是？蔡哥其实都有打到，大家现在看好像很容易，等一下上去就知道。真的，好，我打个50给大家。一、啊，可惜啊，关键的九球。好，哇，那么多。关键九球。蔡哥，去了。蔡哥露出了娘们的声音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没有人打到那板子不好看呢。我就看谁能打到板子。对，完了，最后一个了。等下给你上树状。哎呦！打那边呢？我们把那个板子往旁边移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来站这，你上我们这个棚啊。那下一位，我零分。你们只要十分就是第一名。好，你下一个。我们十分。你下一个，你下一个。十分。我们直接从最强的排到最弱。我很烂嘞。你们有打过了？我超级不懂棒球。我第二吧。牺牲打我超级，我超级不懂棒球。大家都要上，没有真洛基啊！下一棒洛基。我们只有13个男生，全部都要上。洛基 Go！ 电报蔡哥啊！赶快把棚搭起来啊！要投钱？谁要投钱？要投钱？靠背啊！你们就叫我直接打了，我以为可以啊你。你有打过吗？没有，我没打过棒球。你的姿势看起来好像蛮标准的。啊？对，你这个好吧？还好。他搭棚了，他搭棚了。好像摸到一点，对，有擦到一点而已。蔡哥，等下再上去一次。有啊，我打来问，那你棒子会其实吃到干嘛呀？哎，很难哎，这不简单哎。哦。第一名，我想你今天不要觉得要出大力去打，我现在要挡住我。你刚刚很姿势有点怪怪的，对，好恐怖哦！笑到真的有感觉，好不好？突然有点不太想打了。最后一个。我们原本要办 YouTube 借棒球赛这件事，可能要延期了。我原本以为跟他聊聊后，觉得跟草原他们搞一搞，搞话蛮好玩。没有人摸得到球，没有人投得出球，没有人接得到球。好惨，球太大了。我也是系队打，只是我这次不能打，因为我下巴还没好。就是你首先你要这样，碰。那我想要操控性的话，可以拿上面。操控性，对对对，稍微有点微蹲。对，看到球，球大概是在这个前面一点点的方向，前端一点点的方向，然后打到它。这样吗？你会伸直的这状况下去打我，是不是再后退一点？对对对对。哦，那眼睛要放哪？看着球，你要看着球，然后所以大概在这个位置打到它，就是在这前端的位置。夯的时候，然后你自然的往上去的时候，收到你自己的肩膀上，慢慢收，对，自然的挥上去，把动作做完整，就会球就会带得很远。所以你主要刚开始先轻轻的想办法碰到那颗球就好了。好，先碰到那颗球为主，然后再慢慢加力道，因为你加力道的时候，你的手臂会变很紧，很紧之后，你挥棒速度就会反而会变慢。对对对，先放松，打打汗。好，好的。哦，你是头啊。哎呦。对哦，他看起来很像要发什么气功波。如果都没碰到，会不会很丢脸？不会啦，会啦，而且帅哥还加过你。帅哥都没打到，没关系。我们就是很适合一般人来玩。你就是一般人。哎，怎么弄的？哎呦！大人见客的。对啊。哎，我要把那个刚刚教学的片段剪断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想过，小奥不是我教的。不能一直放在肩膀上，你要。球快来之后就拆起来，游戏角色。小王是不是全世界都适合玩？对，打之后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好入门的游戏。那要打几球？虽然我很喜欢棒球，但要什么时候会结束？打到你喜欢为止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大家看目前的积分数，谁赢？
真的、哦，来一个打到的好不好？我们来一个打到的。你吗？小四，小四啊，好了，小四上了，天分好。我们小四像那个 Lucas 的那种已经参加球队的学长，对吧、啊？哪有？我在跑，我先录。好，你先按，有跑吗？对，刚刚小王那没跑。有啦有啦，小王那个有没有也没关系啊。先练习动作。好，你先位置，你位置。没问题啊，抬起来。这样子跳出去，对，那你的脚脚都收起来，你有点那个跳跳的感觉，收起来，好可爱。不过我觉得这都放轻松打就好，你先放轻松。真的没有压力。你要爱上棒球，你打到那个塑胶片你就赢了。你打到铁柱，今天下午就放你半天假。好，没事，眼睛看球。老师两个手要碰在一起，对。他盯那颗球。对，小智你没看到那颗球。大差远了，球在这里都可以玩。然后一根刀手，我们打成这样，我来看不到球，好烂哦！等下轮车打完，我们跳舞了。跳舞了，还要上是不是会打到？对啊，放心，这种有，差一点，要近一点。我们刚请了大鲁哥的朋友来帮我们计分，他现在没计到分。他现在开始画画，你画我猜开始。他已经画了一个蒙娜丽莎。慢的球。小四加油！小四加油！哎，他也没打中，我感觉比我架势多。所以如果观众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话，可以来挑战看看，自己试试看，自己来试试看啊！来大鲁哥挑战看看，不要都坐在那边看。怎么这么强？小四默默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们即将迎接我们离棒球最近的男人——台北草爷。我还想要再打打看，太烂了。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只有一球太烂了，真的会想再打。对，真的会想要再试试看。他是不是很适合一般人的？对，没错。而且听完教练之后，就会很想去。放轻松，他好放轻松。他在想说我要上来。你是台北草爷。我觉得大家看我们那么烂，就会想来试看。对，就真的有这么难吗？烂成那样，上面更白痴哦。我们这边修正一下大家的心态。哦，今天是开心为主。耶！大家说打棒球最开心。哦哦，赞哦！加油！来，我一定要打上去。他脚为什么要？他以为球要出来了。好认真啊，他眼神。没事，那不一样。我刚刚有点认真。哦，打到郭宏志了。哇哦！有分吗？所有十分，一日挑战总分十分。我今天到底来拍的，把这个写进维基百科，超白痴。其他全部剪掉，其他全部剪掉。全部播放大概15次。对，然后把得十分那个剪20次。来跟我们观众讲一下感想哦。很舒压啦，用你最舒服的姿势去打球。哇！其实教练刚刚讲到一个重点，他说其实要切，我现在看到球来我就啪下去，他就哦。小饼，听教练的话。小饼可是上周看的 A 瓦。A 瓦都是。小饼两个手要合在一起哦。合在一起会比较好动，差一点。小饼两个手合在一起。强迫症啊！哦。不要给他听。哎呦！十分，他货真价实打到那个布。哇！出去了。对。不要给他压力，我每次讲分数都没来到。把上面那红色的布就好。不要给他压力。中间那一排。他上面有50。红色，红色。不要有压力了。不要压力，不要，没事，没事。有人在指导，真的会差很多。他们两位都是有被指导过。我是指导压力会很大的那种。那我个人认为啊，小饼的天分，他挥棒的动作那个速度感跟别人比较不一样。上来会紧张，我连安全帽都戴不好。大概是一个节奏好的人吧。这样还好啊，他是一个时间管理非常紧凑的。是管理大师吗？他是管理大师，算是管理大师。真的很受不了我。你时间管理很差。因为我不知道哎，就是我不知道跟星座有没有关系，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拖一点。也是这样子。嗯。不要再让棒走往后了。不要往后。对。大黑腰腰的力量。腰。对啊。我真的没有看过大黑骑越野车以外的运动。
除了骑垒车，其他都不会。哇、哦！谁讲话就打谁。不要乱讲，不能讲。只要讲话就大爱球会生气，120大概比较细。喂！哇！把五十分贴着。哎，我刚刚没有讲话。好想跟继续讲啊！你为什么 take 我们两个？什么意思？哦， take 这个，怎么节奏感？你可以先打过。我没有哎、欸，觉得好像会越打越好的感觉。对对，对，要一直抓那个感觉。我跟你讲，这是错觉。然后没关系啦。这个手不赢。哇哇，智慧一点的，抓到了，节奏来了。下切哦，看个两场就以为自己很会打。完蛋了，积分员又开始画蒙娜丽莎了。他把剩下一半画完。他刚刚只是嘲笑。今天最想防护的人是那个积分员。算吗？有算吗？有算吗？算！算也算，三分！最高分竟然就给你。没有，没有。关关打到五十分，拜托彭正明跟关关见个面，他这是你的狂粉，然后有机会可以跟他握个手，这样他真的支持你很久。那我们现在就让他展现，有这个什么真的吗？展现关关对你的热情。张志豪也不错啦，张志豪也不错，只选一个这个女人。刚刚不错的一点就是他的手其实蛮松的，如果你的手很僵硬哦，你是没有办法对准球的，手放松，让它自然的掉下来。你跟别人会打得到球。大黑的角度打什么？抓抓精神。你要拍什么？我要找一个最佳的角度。我看你进去隔壁好。我要找个洞最大。我要把这个洞扒开一下。不要看镜头说彭正明。不会啦。这有点重。哦哦，积分也受不了了，你都拿这么好超越的，我们只是要画面而已。哇！你看，巧直接冲上去，观众就是会比较属于巧碰型，搞碰型这种。巧连字，再打一个打。哇！再来一个就三十。对啊，卡加卡加布列岛不就巧五的歌？哪有？吵架！不要再说是吵架了，不够真的。再打一个打，卡加卡加布列。关那什么谁的高木？乔五啊！你把那藏资料了哦！你不要干扰球员好不好？哇！大米，叫大米小心！把甲布列倒呢！你们不要再争，不要再争这个！叫两个小朋友，你觉得我会不知道？我们家有四个小朋友。对，现在要比小朋友，现在比小朋友了啦！不过你要放开看球，看球！太松了！洪正明，洪正明，洪正明，洪正明！哦。哎呦，有呛一声，你都只是碰球而已。你要不要挥挥看？挥挥看。手腕很痛。我刚才有这样困扰。那小欧没关系。那你跟我不准。你没伤了。小欧不要找借口。没了。哎呦。耶耶！很意外，我们打击狂人前三名出炉了，前三名都是电动挂的，没错，真的。榜上今天就是我们的前三名都是我们，对，直接我们直接占。而且说真的，我们只占前三名，对，因为后面没有没分数的。但我觉得刚刚蔡哥就是示范给大家看不公平，让蔡哥再打一个，那我就吃了来不知道。来，第一次哦，刚前面是谁我不知道，刚刚蔡大哥，现在是蝉来报名了。哦，冲天炮。哇！他应该要重一点的。哇！三十吧，是三十啊。五十，五十 ，OK。蔡五十，蔡五十。哇！你打到 hero， 蔡哥都偏左。偏左，我因为我本身也是偏左。来，加油！最后一个。啊！我会退出我那个棒球节目的主持。我不知道他们写在干嘛，明天就被刷掉。我外国人哦。对啊，感觉是洋将。洋将。写分数很丢脸呢。十分。十分。看，三十分。主持棒球节目两年啊。谢谢绿意啊，你在干嘛？生气话。后天吗？生气话。生气话。看大家都会看到啊，多好用啊！十分真的好闹，按赞订阅小饼啊，什么你也写太多了，你再写重缺，这样零分好像比较不丢脸。更新记录，更新。他们刚刚补打，那 AK 在这里，这些都没喝完。AK 算了。
他就不要脸在这。戴哥多少？130。对，大概打到多少？50-60而已。越来越强哎！那这样练个一年，我们可以打杂志。